上一次的辣雞麵之後呢，我們又Anne 同埋 Emily 咧又一齐嚟拍片啦！我哋今日嚟到边度啊？光华岛。我哋咧今日咧会有乜嘢体验呢？就系、会有呢个自行铁路车啦，惠海鸥啦，还有那个手卷体验，还有韩国体验啊！系啦，我通常咧都系跟阿 Emily 玩嘅啫，我咧就系一个去旅行嘅时候唔用脑嘅人啦。好啦，我哋今日咧就一齐期待一下啦。Let's go！ 餐了没有？吃早餐。可是没有吃早餐。虽然今日乜都望唔到，但系呢一边咧望过去咧就系人村。话说咧，呢个永中海边铁路自行车咧，往返全长咧系5.6公里嘅，边运动咧仲边可以咧将呢个韩国西海岸嘅景致收入眼底。由月尾岛作为出发点，向仁川大桥方向出发。呢一个铁路自行车咧，与别不同之处咧，除咗可以有景体之外，仲有唔少嘅艺术元素喺里面添。我哋而家直接就系开到船里面，之后就出发去惠海啦。所以其实我哋咧，只不过系嗰个船嘅入口转咗个弯入嚟之后，就可以上嚟惠海鸥啦。后面。我哋咧可以喺呢一度咧买虾条两包3000won，我负责6片算啦呢啲位，好惊！哇 ！Oh my god！ 好怕哦！就喺我哋上面就好惊，好惊，好惊啊！唔系啊，唔系啊，好惊啊！觉得我老了10年，即系见真心惊啦，好恐怖！即其实你就咁睇嘅时候冇咁惊，佢飞嚟飞去嘅时候真系好惊啊！我哋而家要落翻去坐车，啊，我好唔舒服。我哋而家咧嚟到咧江华嘅呢边咧，啱啱先咧参观完咧呢一边嘅一个类似博物馆，好细嘅博物馆。因为咧呢一边咧以前咧其实系韩国咧做棉啊同埋做布咧好出名嘅地方。咁话说咧，韩国咧都算地广物博啦。咁除咗广为人知嘅娱乐事业之外咧，其实咧喺西北面呢度嘅江华道嘅纺织事业咧，仲有住流长嘅历史嘅。所以嚟到呢一边咧，点都要见识下呢一个文化。听讲咧，呢一边嘅咖啡咧都有由纺织工厂咧留下而成嘅咖啡。大家嚟到呢边咧，不妨都可以去下噶。就是高麗時代的韓服，高麗時代的下面是比較大肥款一點的，還有它裡面那個真的只是裙，但是如果朝鮮的韓服裡面那件其實是背心裙，跟住還有高麗時代這一條裙的這一道其實是長一點的，但是韓服就是會到這裡半腰這樣的。
자, 준비해 주시고요. 네, 끝까지 당겨야 차가 움직이지 않습니다. 끝까지 당겨 주세요. 오. 상태에서 핸들 1cm만 밀어주면 바로 전진합니다. 저와 같이 속도 맞춰서 내려와 보실 거예요. 오. 고고고. 佢有分左邊同右邊㗎，跟住左邊係快一啲嘅，右邊係慢一啲嘅。 哇！不簡單啊！ Oh my god！ 其實佢可以開大風景。其實放鬆啲，拉後啲嘅話就可以自然好多啦。前面批人也太快啦吧！啊，我已經揾到個標本啦！我第一次啊，姐姐。我今次咧想挑戰快過一段，你學過上玩呢啲咁樣嘅車嘅話，真係幾值得嚟呢個機會玩，唔驚，冇離心力。 如果想體驗下咧呢一種活動咧，咁就記得可以嚟呢邊啦。係啦，今日個 tour 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咧，就記得俾個 like 我啦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 ，follow 我 Instagram 咧同埋 Facebook 咧，就可以知道更加多有關韓國同埋旅行嘅資訊嘅啦。我哋下次再見啦，安녕。